飞鸟，飞鸟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坐着，妈也穿袜子，帮抱一会儿行吗？帮抱一会儿行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行吗？抱一会儿来，嗯，还没摆手呢，要给你摆手。真厉害，真厉害！小罐子要吃河蟹，给他买两只河蟹吃。有河蟹吗？河蟹，48一斤，我让他给我要六个。哎呀，这活呀！好。这咋下来了呢？爸给你买下瓜去了。上车吧，走，回家吃。大家好，大军。哎呀，天凉了，涮点羊肉片，家里还有块羊肉，我给它切吧，涮吧。下点虾滑给他娘俩，完了下点大虾啥的。个头还可以，你说俺家敢做多菜吗？昨天做的这玩意儿剩这老多，这又扔了。我是小虎，我必须得有冻豆腐。这块羊肉啥时候买的？有点忘了。哎呀，挺肥呀，挺肥呀。那个黄肉多吃点行吗？行啊。你那黄不给他点儿？赶紧往上吃点儿腿肉挺好。哎呀，正好。马上中秋节了。吃点河蟹，喝点菊花白。好像挺满啊，给我姑娘口膏。啊，太热了。火锅啊，没有冻豆腐啊，就感觉吃的。其实我吃火锅有羊肉，有冻豆腐就 OK。青菜啊，有没有都行。那玩意儿我不得意。嗯，味儿你吃豆腐了是吧？嫩的。三只起步，这是简装的啊，纯凉的，不上头。嗯，姑娘，你瞧你补了点儿，瞅着，这青鱼好吃，那吃够。那骨头得剩六七块儿，瞪俩眼不给你吃。你这骨头没了。秋高气爽，吃点火锅，啃点螃蟹，你再配点凉花的菊花白，
老惬意了。来，哥们儿，走一走。他给你下了一个下滑。哎呀，哎呦我的天，这下滑下来的，你让妈吃最香的冻豆腐是最香的。哇，一咬一口水，来，哥们儿，尝一口，哎，上有白霜的啊，凉的，看见没？菊花白以前是，进贡给皇上喝的啊，凉喝更好喝。你快点，能不能给他点那个虾滑？熟了。哎呦，搞了点辣根儿，挺冲啊！这虾滑下的，看看没，多少特点！哎呦我的天，这亏了没别人，瞅着家。这皮儿扎实，我姑娘吃啥都是新鲜的。今晚多喝点儿，不记了啊，不记了，好饿。嘎嘎挂杯啊！经过三次蒸馏，把那些辣把七幺龙的全蒸掉了，剩下就这玩意儿，精华。快来点啊！来，来点。你这舅子还合计能去呢。不去了，小舅子今天办满月。你看你这一唠话题唠起来了，人说了你办满月你不去，咱钱到了。医生也买了，买的医生给的钱儿，因为啥？现在口罩原因吧，我不想聚集，没有姑娘还好，这有我姑娘吧，所以我不想聚集，所以就没去，因为这个。还吃这玩意儿的吧？你慢点点呢，姑娘。呀！我的上粉好了。嗯。上粉好了。你不让我吃虾吗？给我一个，给我扒一个。不爱吃也得来一个呀。再扒一个呗。不要，不爱吃。又倒了点儿，刚才那个药一口闷，我拍了。老百姓简简单单吃食，咱家呢做菜呢不能做太多，做太多第二天指定就是咔嚓。哎，我有点饱了。昨天我买什么吃啊？来，整一口。嗯，马上中秋节了，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。
我姑娘不吃羊肉。我这玩意有点提的太前了是不？还有十多天呢，半个月吧。他不是不吃羊肉，没有咸蛋儿。那个哎，他没有咸蛋儿，他不吃。你给他蘸点咸蛋儿，你看看。拜拜。